射死了边缘的太大了。你们看到了吧，这么大一条蛇能做多少蛇皮手。海西丽人空城学校绝对绝对绝对不会有。
我们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。我相信大家能够接受这种危机，也请你们相信我，听从指挥，撤离学校。同学们，我们快走，不要拉呀！同学们。你说过，人可以没本事，但不能没出息。学生现在有危险，我跑了，对得起这身衣服吗？川儿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哎呀，手机，超，手机啊，手机掉了！啊！
呀！顺着窗户到食堂，这是五楼。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！
上堂赶紧问问，这里温度低，大家一定要憋住呼吸，千万别动。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出来看有没有伤到他，我也不知道咋办了，二叔。什么情况？酒精。好，木娜姐，多多快点。等一下，稍微忍一下。没事，没事。刘超，我现在帮你把毒吸出来。不行，你不能。什么时候了？消毒血清，麻醉剂需要吗？不需要。
孟娜，你还好吧？谢谢你，又救我了，维明。又开始了。没事儿，我应该做的。看看你的样子，你以为你有救真的朋友吗？没有。算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也不是，没有人喜欢你，你根本就没有朋友。
大家一起死墙点火。